礼拜很期待耶，乔安老师要教我们什么？乔安老师，来有请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乔安。乔安，今天针对讲咱这个唱歌吼，还是讲讲的声拢做细声。哦。啊，你讲的细声，咱唱歌就细声嘛，听起来就会无啦，嘻嘻。哦、或许一刻唔知讲这个正确发声位置，有时讲你嘛唔知这个丹田的用力，但是我建议咱今日用一个虎虎生风声量练习法。虎虎生风，不要又拿气球出来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没有气球了。哎、欸，用我们就用台语的虎字，虎啊，虎，吼吼，哎呦，这大力了。嘿，啊，请咱人拢唔知讲这要都要出来，咱一点吼的时候，咱的巴肚对啥？对出来了，得纠结。揪着，吼吼吼吼吼，对，哦，有嘞，而且还盖大了，对啊，那头个声啥拢变大。那我用一首歌，如果说我们现在声量很小的唱法，用。想是何苦，但无你来将阮疼惜。声音小，然后又没有力气。那如果我用吼的呢？哦，用吼来唱啊。嘿，吼吼吼吼。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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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哦，就厚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声音它的厚度跟声量都会一起跟着大。嗯，对，鼻子吧，对，厚度增加了。对呀，哦，对啊，因为咱该闭的出来呢，就咱免给人笑嘛。先把声音喊出来，我们才有办法再往下。哦，所以是老虎的虎哦，不是好不好的好哦，是虎虎。虽然它的发音都很像，对不对？可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发音哦。那是吼吼吼吼吼，你咱耳机的红线叫做虎虎生风声量练习法。吼吼，多谢咱的乔安老师，谢谢，多谢。